他等下会昏呢、欸。可以这样吗？好可怜，高江牺牲很快。OK， 每个都去吧。你等下会不会很慌、很混？他不想要出来，是不是啊？他脚怎么这样？他不会昏吗？哎，还好啊，都没有昏呢。你把他转到昏头。明哥，嘿嘿嘿。